点炒鸡蛋。欢迎新进来的朋友，跟广东一样天天下雨是吧？但是广东那个地方下雨的话，估计是还是吹着空调嘛，吹着冷风。我们这边下雨的话就烤火啦。湖南湘西家们，我们是湖南湘西的苗族人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帮主播点个关注。这个是韭菜吧，这个啊，用普通话的话叫做韭菜吧，把它弄，就要把它这样子弄一点，然后等会好炒鸡蛋，把它搓一下，它会跟鸡蛋的话它会更加的黏，不然它不黏鸡蛋。哦，对，吉首湘西炒鸡蛋，家人们炒鸡蛋啊，这样子写好吃的。慕柔，欢迎大家啊，妈顾柔啊，你好，就是妈顾柔啊，炒这个要炒啊，好了，我们开始切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一起帮我点点赞好不好？点点屏幕，点点赞哦。把它切的碎碎的啊。换菜板了，对，换了。这个应该是叫做韭菜吧，用普通话的话应该叫做韭菜啊。我们做的是下午饭，家们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还在做饭嘞。感谢你们的夸奖啊，感谢你们的支持。喜欢主播还没有点关注的，帮点个关注啊。产品问题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哦，因为还没有做好饭啊，所以我就不能一一的回答大家，咱们统一的回复一下啊。商品问题没有回答到，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啊。我们的蜂蜜很好，是不是啊？谢谢啊。等我做好菜，然后我再好给你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这些够了，我觉得不要炒完，够了。炒鸡蛋，什么什么的，炒鸡蛋，炒下午饭。一二三四，八个鸡蛋。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一起帮我点点赞好不好，家人们？每个人帮我点十下屏幕好不好？感谢大家了啊！每个人帮忙搓搓屏幕，一个人点十下。这个的话，我们等会用油去煎啊，油去炒。好了，把鸡蛋打入这个菜里面，
这样子，八个够不够家们？啊，我等会回来看，没关系。你们说八个够不够？韭菜，韭菜炒鸡蛋，八个够不够？给了八十下赞，谢谢。没有坏，这个鸡蛋没有坏。太多了，不够呀，差不多了吧？可以了啊，可以了。太多了是吧？够了，因为菜也多嘛，菜也多的话，到时候你鸡蛋太少也不行啊。拿这鸡蛋还有那个鸡屎。放盐啊，放点盐去搅拌一下啊。你们一般只炒三个鸡蛋呀？什么地方？湖南湘西家们啊，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我们是湖南湘西的苗族人啊。喜欢主播的没有点关注的帮点个关注好不好？大家的一份关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份支持啊，点个免费的关注。现在我们才做下午饭啊，把它弄均匀。下午饭把它搞均匀了啊，然后我们就放油去炒一下。看着有点咸不咸，待会我还要放点汤。可以了，咸味可以。好了，开始炒啊。盐不多，盐不多啊！你们说什么？这个是韭菜，韭菜炒鸡蛋。好，现在我们开始放油去炒，家们啊，我们放油去炒哦。湘西，对，湘西，不洗手，我的手一直都是洗过了才做饭的呀。做一次饭，你们要洗几次手呀？之前我就把手洗的呀，不可能又做又洗，一天到晚洗那么多，洗几次手呀？我们口味有点重，是的。鸡蛋还要洗呀？不洗了，不洗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鸡蛋不洗的。可以了，可以了啊！开始放油啊！不洗了，不洗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炒菜吃了。放油。下雨怎么办？下雨的，现在在下雨的呀，外面有下雨，但是我这边没有淋到雨啊，我这边有个棚子，这个就是我的专用厨房，就是我的厨房啊。点了100赞，谢谢，点多少赞？每个人帮点10下好不好，家人们，一人帮点10下好不好？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每个人帮我点个赞，点个10下屏幕好吗？再打几个鸡蛋，够了，鸡蛋够了，放油了，家人们。鸡蛋要多放点油，用油去煎它才香啊。对，开始放油，是的。中午好，妈骨肉啊，大家好。嫂子买个，你去买嘛，1号链接很好用的，锅铲不锈钢的，手柄的位置是木质的，这个地方是不锈钢的，又好用又轻巧，你们可以去拍吧啊。我天天做饭，对，我的下午饭还没有做好，只要你们不嫌弃啊，然后我愿意把我就是做饭的时间给大家也开开播，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苗家的生活啊。然后的话呢，做好饭之后呢，然后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的产品好吧，因为我们还要做好，先把饭做了啊。对，有些朋友说有些朋友他可能比较讲究吧，家人们，可能是，对，有些朋友就说要戴口罩，
估计有些大城市的朋友可能人家比较讲究吧，可能就是做饭可能比较有戴口罩的习惯，我们这边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哦。我们这边戴口罩的话是感觉就是不好的，不好啊，不要戴口罩，戴口罩不好，你也不要放了啊。好了，我们准备放菜啊。好嘞，我们放起下来，家人们啊。鸡蛋这样子炒，好香的哟。锅没有卖，把它翻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炒过鸡蛋呀？张安界不是凤凰古城，油少了一点吗？油多，油不少不少的，家们啊，不是戴眼镜，我说我眼镜要戴眼镜，不是戴眼镜，因为你们挑评太快了，家们啊，咱们多多谅解一下，确实挑评太快了，我不可能一一的回答你们，有很多我看到了，但是我来不及回答就飘走了啊，所以有些朋友没有回答到的，我希望大家多多谅解一下啊，等会我们做好饭了，我就有时间了，做好饭到时候我就可以一一的回复你们的问题了。然后你们想看房子，我们也可以看房子了啊！我在家门口啊，这个地方是我这个家门口，这个周边就是我的苗寨，我们的村庄啊，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我们的房子居住在大山里面啊。欢迎大家有时候有机会摘下口罩的时候来我们村庄来做客哟，只要你们不嫌弃啊。好了。放点水，干嘛？哎，看一眼盐够不够啊？还可以，盐还可以，盐少了一点点，再加一点点盐，盐还是很重要的。好了，出锅啦！咱们炒嫩一点点啊，把它炒嫩一点。你们有没有听到鸟在叫，家们？好多小鸟在叫呀！下雨天了，好多鸟没地方走啊，没卖相是吧？这个菜我没有卖啊。这个是韭菜啊，韭菜炒鸡蛋，盐不多不多，这样子好吃吗？喜欢就好吃啊，不喜欢就不好吃啊。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吃法，这样子一个口味啊。这个要看你们的口味，口味不一样的话就是不好吃啊。喜欢的就觉得好吃了。一方水土一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不对？适合自己的口味就觉得好吃了。熟了呀，熟了，这个盐的话它很容易熟的，熟了。是炒还是煎，不管它是炒还是煎，炒熟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步骤的。对，加水的话就确实那个朋友说对了，加水的话就让它不那么干，你不加水的话它会有点干啊。好了家们啊，鸡蛋我们过了，我们炒下一个菜了啊，炒下一个菜啊，香得很啊，看个人喜欢啊，我们觉得好吃但是你们不一定啊，对，众口难调是的，所以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啊，做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啊。好了，
碗不用洗，碗是干净的。好啦，我们炒第二个菜，辣椒、炒笋，放点油。有没有听到那个？有没有听到那个竹笋鸟呀？一直都在叫。你们注意听一下那个鸟，那个鸟叫做竹笋鸟，它一直都在叫啊。感谢关注，谢谢。嗯，看个人喜欢，家人们啊，反正嘛就是你们的做法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啊。嗯，你们炒你们喜欢吃的就可以了，家人们啊。嗯，我们就是我们的口味不一样，没有上齐帅啊，没有上，要晚一点。好了，家人们啊，准备炒第二个菜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飘屏太快了，我们先把饭做好啊，招待不周，多多的谅解一下，看四周对吧？等我炒好菜好不好？等我炒好菜，你们要看这边就看这边，看那边就看那边，看我家怎么就看我家，想到屋里面去我们就到屋里面去，好吧？先把菜炒好，因为我等会爸妈要回来了啊。来，我们炒第二个菜啊，放点姜、辣椒、粉丝、这个是笋子，这个是小炒，盐，放点盐，铲子好用吗？铲子好用，然后放点酱油。有没有盐？盐应该有了啊。嗯，可以了。竹笋炒腊肉丝，我是单独炒，小炒笋啊。这个笋子有没有朋友喜欢吃笋子的呀？家人们想不想吃笋子呀？我们直播间现在还有10000个朋友，欢迎所有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啊！今天我给大家上一波福利品，上一波第一波福利，你们想不想？想要笋子，想要笋子的朋友扣波一来，我给你们秒一波，扣波一给大家秒一波啊！想要野生竹笋的朋友扣波一，我炒这款是野生竹笋尖尖笋啊，从山上刚挖下来的野生竹笋，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脆啊！你们买到家的话，只需要用干净的水清洗一下，然后就可以炒菜了。像我这样子小炒也可以，炒肉、下火锅、炖排骨，这款笋子都是超级的好吃的啊！我们家这款笋子啊，烧熟了，笋子是帮你们切好、煮好、密封发货，到家你们只要清洗就可以炒了啊！一包笋子，这款笋子是加大包的，家人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来，哥过来找，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款野生竹笋，我们家做的是加大包的，300克一包啊。这样子的300克一份的笋子，你们去哪里买的话都是19.9一包的，我们家日常价是卖39.9两包。今天我给大家们秒一波啊，今天秒一波，来直接给大家降个10秒，不要39.9，29.9直接给家人们上两包，还不够，再给家人们送一包，到手三包啊。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帮花花点个关注好不好？扣一的朋友，想要笋子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我再给你送一包，到手四包，给大家上个100单，大家凭手速啊，这个是纯福利啊，买一发四，上个100单，大家转变手速去拍啊，来，小黄车的1号链接上100单，上架了，1号链接啊，大山里的野生竹笋小春笋上架了，29.9到手4大包，每一包是300克啊。小黄车的1号链接，喜欢的朋友去拍啊，点个关注去购买。就这款笋子，野生竹笋，你去拿，你如果说你是去餐馆去吃这样子一盘笋子的话，
估计都是20-30米一盘，对不对？但是您今天在我直播间29.9元，我给你买一发四，到手四包啊，特别特别的划算。你买到家，你直接开袋，然后你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就可以炒菜了。保质期的话是9个月，买到家放冰箱冷藏啊，好吃对吧？吃过我们家笋子的朋友，觉得好吃的公屏上帮打一波好吃啊！拍到的朋友公屏上帮打一波，拍了加急啊，只有100单，大家凭手速去拍啊！新鲜竹笋，关注了，谢谢。大山里的野生竹笋，这款笋子你可以说你跑完整个抖音都找不到300克一包的量，我们家做的是加大包，比别人家要多个50克，每一包多50克啊！加急好的，拍过我家笋子太好吃了，谢谢，谢谢谢谢啊！这款笋子我们卖了9000多单，没有一个差评的。一号链接看能拍就去拍啊！今天所下单的朋友，我们明天发货。来，当场开袋看一下，看分量足不足啊！来，拍了加急，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谢谢，明天就发了啊！上面显示两包，显示两包，但是今天我做活动了，家人们。今天我们家上人气了，我给大家秒活动了，你们买两包我送你两包，到手就是四包了，知道吧？上面显示，对，上面显示两包，你去买，我给你送发四包，拍来加急，谢谢，感谢关注啊，就这样子的，没有拍到，没有了是吧？再上一点，没有抢到，刚来的又没有了啦，有多少人没有抢到的，家人们，没抢到，没有拍到的朋友扣波一来，这款笋子，你看到家你开的有这么多，看没有？用干净的水洗一下，没有抢到的扣波一，我看有多少没有拍到，显示两包，再给你送两包，到手四包啊！不做活动的话，你买的话就是两包，但是今天我做活动，你买两包送你两包。来，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样子来清理一下库存，清理一下库存，家人们啊，再给你们上个20单，好吧？清理库存，再上个20单，来准备手速，不能再秒那么多了啊！再上20单，清理库存，来刷新一下去拍啊！来，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刷新去拍，再上20单，买一发四包，每一包是300克，一包可以有一包的话，你打开有这么多，看没有？你看自己看老不老，嫩不嫩，都是尖笋，它没有老笋。下面那节老的全部剁掉了啊，收到货都是这样子的尖尖笋，买一发四啊，买到家的话，你们直接用干净的水清洗一下，然后就可以下锅去炒菜。炒肉也可以，下火锅炖排骨都是很好吃的啊。来来，拿上壶酱。来，这个笋好吃，对不对？对，发四包，没有多少单了，赶紧去拍啊！没有多少了，家人们啊，这个波是最后一波了啊，等会不能再带节奏了啊。一号链接去下单，买一包发四包，然后就是保质期9个月，买到家放冰箱冷藏啊。尖尖笋，这个是尖尖笋啊，可以炒肉，炒肉特别好吃。炒肉下火锅都可以啊，买来加急，谢谢，明天发。好了，笋子我们只有几单了，没有了，只有几单了，你们看一下能拍就去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拍了加急，明天发货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这款辣香肠，炒辣香肠。有没有朋友喜欢吃辣香肠？今天辣香肠下炕了，有30斤。这个麻辣香肠有没有朋友想要？想要的扣一波要，我给大家秒一波，第二波福利，辣香肠麻辣口味，辣是微辣，想不想吃，家们？今天所拍的，明天发啊，3到4天到货。想要辣香肠的朋友扣一波要来，我给大家秒一波，秒一波我们这种大山里面的土猪腊肉啊，手工挂的辣香肠。这个辣香可好吃了，它是麻辣口味，辣是微辣的啊，它里面都是纯肉做的，没有放任何的淀粉，也没有放任何的面粉，特别的好吃。你们买到家洗干净直接煮都很好吃啊，没有甜味，是麻辣口味，微麻微辣啊，一般只要能吃辣的都能接受的这个麻辣香肠。来，今天我给大家秒一点，今天下课有30斤，我给你们秒一点啊。这个辣香肠的话呢，我们日常价都是卖78块钱一斤的，因为它是手工切手工挂的，而且都是土猪腊肉挂的，家们啊，没有任何的淀粉跟面粉。今天我给大家秒一波福利价，好吧，不要78，今天我给大家直接秒68米，给你们包邮送到家。你们今天哪怕在我直播间买一斤，我也给你包邮，你买一斤的话我都从山上给你发货啊。但是
大家如果说大家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啊，愿意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的话，今天这个辣香肠我给大家上点体验价好不好，家人们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这个辣香肠秒68米，我再给你降个10米，不要68，直接给大家上58米的体验价，上个30单，然后大家凭手速去拍啊，要好，来上架30单，来特别好吃是吧，谢谢好评，来辣香肠上个30单，体验价58米一斤，1号链接上了，喜欢吃的朋友赶紧去拍，在小黄车的1号链接啊，麻辣香肠辣是微辣，没有甜味，没有酒味啊，手工切手工灌的，都是肉片灌的啊，它不是机器走的肉啊，就这样子的辣香肠，在1号链接，你们看喜欢吃继续拍，30斤啊，辣肠是生的，不是熟食啊，买到家洗干净，你可以炒，也可以煮，也可以蒸，根据你喜欢的口味来做。买1斤的话，再将这样子2根半左右，这样子2根半啊，嗯，好好吃的，好下饭，这个辣香肠啊，还有5单。辣香肠还有5单啊，喜欢吃的去拍，买1斤的话在4到5节，这样子长根的话在2根半左右，这样子的买1斤在2根半左右啊。来，我们切看一看一下啊，都是自己做的，拍来加急，谢谢支持，来感谢你们的支持，家们啊，所有产品买到家不喜欢不满意的，没有我说这么好的啊。咱们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天天老板装，嗯，就这样子，一斤在4到5节，2根半左右，省次买2包送2包，到手4包，我这个煮过了，待会要炒的，我每天中午的话都会煮1根，然后待会炒一下，好吃，没有煮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没有煮过的，这个是我煮过的，拍2斤，感谢支持啊，明天发货。不是生吃，这个是我煮熟的，产子跟我的一样的，是一样的，拍加急，谢谢支持，点个免费的关注啊，不能直接吃的，洗干净煮个20分钟就熟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啊，煮个15分钟以上，20分钟左右，你看这个辣香肠，不管我切多薄片它都不会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肉片挂的，它不是机器剁的肉，都是纯肉做的，里面没有淀粉也没有面粉啊，所以的话你不管你怎么切它都不会碎，看没有，就这样子辣肠啊，我这个是煮的，我直接用水煮的，辣肠没有拍到，再上点刚来的是吧，没有了是吧，抢完了家们，因为今天我们只上30单，抢完了，有多少是新来的没有抢到的呀，没有抢到的，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想买我们家的腊肠的朋友，没有买到的朋友扣波一来，省买2袋送2袋。拍到的明天发货，腊肉的话腊味的话都是现熏现卖的啊，今天下炕明天卖的，刚来的再上一点，有这么多朋友没有抢到呀，腊肉等一下好吗，这样子吧，看有多少没有付款的。辣香肠有多少没有付款？没有几个人，只有6个人没有付款是吧？不辣的没有，是麻辣的，辣是微辣。再给大家清理库存吧，上个10单没有了，辣香肠再上个10单，大家凭手速啊，蒸的话蒸个20分钟就熟了。麻辣口味，辣是微辣，很好吃的，能吃一点辣椒都能接受啊。麻辣肠比盐味的还要好吃，来再上10单，1号链接啊，再上10单，你们去拍吧，再上10单，霞姐。不辣的没有，不辣的没有啦，刚下炕的有辣椒的，辣是微辣，你们放心，这个样子的好下饭的，我们这边小朋友也吃的，来把这个切了，我们把这个炒了啊，你们看能拍就去拍啊，保吃保量，喜欢吃辣味的朋友可以给我点个关注，不管你今天拍没拍，你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下次你想吃的时候你可以来我直播间买啊，因为这个辣味我的话呢，我们不是帮别人带货的，我们是自己卖的，自己熏自己卖的啊，所以呢常年有熏啊，就说每天下炕的并不多，但是每天下炕多少我就给大家上多少啊，看大家说什么问题啊，一斤在多少，一斤我这种是长根的，给你们看一下，一斤在2根半左右，你看啊，
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咱们今天刚下炕的，你买一斤的话再这样子两根半截，两根半左右就是一斤啊。拍了加急，明天发货，感谢支持家们啊。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话我没有回答到的朋友们啊，我们统一的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不好意思，因为飘品太快了，家们，我有时候又介绍产品去了，有时候你们说话不能一一的回答啊。然后统一说一下，损失拍到的发四包，上面显示是两包，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做活动了，然后我又给你们送两包了，所以你们买损失是四包，放心，辣香肠的体验价就是58米一斤啊。然后笋子跟腊肠可以一起发吗？一起发，笋子跟腊肠是可以一起发货啊。现在我们开始炒腊肠，有些朋友买了不会做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炒的啊。就这样子，香干不是我做的，对，香干是熏的，木粉香干它是用木粉熏的，熏的时间比较短，不是我做的，是我们师傅做的，我不会做香干，我们家主要做腊肉啊，主要做这些辣味。来，我先把这个腊肠先炒了，等会我带你们到屋里面看好不好。我先把这个炒好了啊，买了一斤试一下。好，我炒好这个，我带你们到屋里面去看我们是怎么熏辣味的好吗？我切了我就先炒了啊，然后要腊肉等会我们到屋里面看啊。我先把这个菜炒了，家们，我先把这个炒，等会让我爸回来吃饭啊，先炒两个菜，到时候回来就有吃的了啊。有没有背篓卖？没有，你有时间来到我们乡下你可以买个背篓，我们没有带卖的，背篓不好发货啊，我不好帮村民卖，不好发货。加急发货，买腊肠买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啊，腊肠体验价58米，日常卖78的，今天体验价58米啊，就是活动价了，就是笋子竹笋二号连接的竹笋，你们买一份发四包啊，其他的都是标价了的，都是活动价了的。锅铲好用吗？锅铲好用，我家是哪里的对吧？湖南湘西，湖南湘西的苗族人，我们是苗族人家们啊。但是你们在我家买的这些辣味啊，都是我这个苗寨的。哎呦，每次就是没有炒好菜的时候，就给大家，有时候介绍产品，有时候介绍不来啊，我也不会介绍。我给你们看一下村庄啊，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后面是一幅画，不是一幅画，家们，都是我们的村庄，我们的苗寨200多户人家呢啊。然后你们在我家买的辣味，都是来源于我这个村庄的村民自己养的猪啊。因为我的村庄很大，200多户人家，每家每户都养猪，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些腊味的话呢，它才有那么多的猪来熏啊。这个时间是下午饭的时间，都在做下午饭啊。我这锅铲不好用呀，但是我们的锅铲卖得很好哟，没有人说不好用哦，不是看好不好用，只要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啊。鸭子尾巴没有，小黄车有就有，小黄车里面没有就是没有，家们啊。说到了好吃对吧，谢谢，买了两样加急，明天发货。哎呦，我太忙了。笋子发四包，买两包我送你两包，给你发四包，每个地方苗族不一样。买了三份笋，好的家们，我先放油啊，我先放油啊，等会我炒好这个菜我带你们到屋里面去，然后我跟你们说会话好吗。 我的锅要炸锅了啊，我先把腊肠炒好，等会带你们到屋里面去啊，炒好这个菜就带你们到屋里面去看腊肠是怎么熏的好吧。等会咱们统一回复一下啊。这里放点姜片，我这个镜头歪了，你镜头歪了家们。买了快点发货，明天发。放点姜啊，放腊肠。腊肠炒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放啊，腊肠不咸，它的咸味刚好，可以什么都不放，放点我们喜欢吃的配菜就好了，腊肠里面的调料刚刚好。我觉得吃腊肠的话，吃这种盐味的，吃这种没有那些糖味的好好吃啊，没有甜味的好吃。来，这样子炒一下啊，
直接卡对吗？卡的话你重新一下，让它先煮一下再炒，对，不然它会有点硬嘛。腊肠你先，腊肠的话你先那个先煮软再切，切好再炒啊。它是麻辣口味，辣是微辣的，适合大众口味，它没有甜味，它也没有酒味，很香。就熟了啊，这就是我煮熟了的，我是煮熟才炒的，煮了十几分钟了。那么那么的，腊肠超级好吃，谢谢包姐哥免费的好评啊，可以的，家们，熟了啊，熟了。我这个是煮熟才炒的，炒一下就好了啊。好的，可以啊。锅边有一块，没有了，锅边没有了呀。来来，我先放点水啊。感谢你们的关注啊，感谢你们的等待，感谢大家帮我点赞啊。来，靠屋里面去了。靠屋里来，我带你们看是怎么熏的啊。今天有点下雨，家们。6804，有些没有回答到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笋子，你但凡你在我直播间买的，是发四包，因为我上的小笋子，我只要有上架了，我就给你们秒活动了。我没有上车了，就是没有活动，我就不卖了，就是这样子，我就不秒了啊，你们就买拍不到啊。你只要你在我直播间手下单的笋子是发四包啊，怕上腊肉呀，买竹笋一起发货哈，我带他们去看一下好吗？你只要你是在我直播间买的是发四包6804，这个就是我炒好的腊肠，炒好的腊肠啊，好好吃啊，太好吃了，有点烫，湖南湘西，湖南湘西啊。你联系客服看一下，你快到货了吗？到货你再核对一下啊。做活动的时候你们拍的是发四包，没有做活动的话就是两包。就这样子跟上去。大山苗寨，今天下雨了，烟雨朦胧啊。看家里去，我们看看房子，走吧。流口水了，谢谢啊。3号链接啊，过场是3号链接是一样的，走吧。豆皮容易发霉吗？你放在常温嘛，你不要开袋的话不容易发霉，保质期很久的。这就是我们家，家们看到我们家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啊，在山头上，走吧，带你们看。很多朋友说想看腊肉，想看我们的腊肉，想看我的腊肠是怎么熏的，我带你们看一下啊。这就是这个房子的话呢，它都是通用的，住的、吃饭、睡觉、熏肉、灶台。全部都是连在一块的啊！来，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了，我们家这边的这个灶台呀，这边的炕上啊，我们这边在，我们是湖南湘西啊，我们这边的话呢，熏腊肉都是这样子熏的，每家每户都这样子熏的啊。当然，我们家的话呢，腊肉不止这一点，我们家有个老屋，老屋全部是用来熏腊肉。这个房子是住人的，所以的话呢，只能熏一炕啊，这一炕是熏干的腊肉。刚刚你们在我直播间买腊肠就这些，看到没有？腊肠刚刚清理一下库存吧，好吧。腊肠清理一下库存，把没复含的剔掉，然后让家人们没拍到腊肠的朋友去拍。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腊肉，你们想不想吃腊肉？家们想吃腊肉，我们秒一波腊肉。然后腊香肠刚刚没有拍到的，来咱们清理库存了，然后可以进去去拍啊。五花肉，问人家没有？腊肉熏的干不干？熏的好干的，2个多月了。熏的慢火烟熏2个多月了，很干的，家人们啊，我给你们先看一下好吧，先看这个品质啊，好不好？可好吃了，感谢关注，谢谢。来，我们炒，找一块，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腊肉，家人们看腊肉熏的好不好，你们看一下每一条的熏都是熏的很好的，看没有？这就是我们家的腊肉，精品的三鲜五花肉啊。来，我很多朋友就说这个腊肉够不够干，我切给你们看一下，土猪肉啊，
这个猪肉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自己粮食喂养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做腊味的。然后我们做腊肉的话，里面的腊肉是用什么腌制啊？腊肉是用盐来腌制的，用盐来腌制，然后用柴火慢慢熏干的腊肉。我切来给你们先看啊，秒一波，你们要秒要秒秒一波吧，给你们秒一波啊！只要你们愿意给我点个关注，然后买到家好吃，帮我们多多的推荐一下啊！来，你们看看度家们，先看品质。我一般卖产品，我都想说，让你们先把品质看好啊，把品质看好，看一下品质好不好？一肥一瘦，一肥一瘦啊，都是这样子的精品三鲜五花肉。这个啊，这个腊肉的话呢，在我们苗寨都是卖78块钱一斤的，因为它这个的话是熏的，自己熏的，要熏两个月才熏干的啊。像这样子的干度的话呢，2斤半的新鲜肉熏干的话只有1斤左右，它含掉秤。就比如咱们这一块吧，看没有，咱们这一块啊没有多重的，而且这个五花肉啊正好是精品中的精品。五花腊肉的话，一头土猪300多斤重，熏干的话它五花肉的话它只有30斤左右。你看我这一条肉只有1斤半，家们只有1斤半，看没有，1斤半有这么多的。来，不多说了，品质你们也看到了，家们啊，品质也看到了，我直接给大家秒一波好吧，秒一波单斤的，我还要做饭，秒一波单斤，日常价卖78块钱一斤的，我本来说今天给你们秒68来着，但是我今天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也有好多老朋友要回购的，这样子今天五花肉我也给大家上点体验价吧，好吧，不要78，今天68也不上了，58米也给大家上个30单吧，你们凭手速去拍好吧，也上个30单啊，来准备手速好吧，直接上了，家们，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批发体验价，你把我家腊腊肉买完了也是这个价，你亲自来买也是这个价了啊，1号链接啊，就这个价格，小黄车的1号链接，平常这个价格我不想秒啊，因为你们买一斤的话，这个腊肉是包括运费的，你们买一斤的话，我们都要给你包邮，包邮的，给你打包，包邮发货的啊，就这样子的五花肉上了。那个美瞳不现称，不现称，你买的时候你直接备注啊，你要瘦的你直接备注，四条的话你可以买个6到7斤，你备注要整条发货好吗？一条在一斤左右，1斤半，2条在3斤，6斤，你可以买个6斤，备注要4条偏瘦好吗？到时候我会按照你的需求来给你挑到你喜欢的，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饭，还没有做好饭，我们就不现称了，大家买单斤是一样的啊。1号链接看能拍的就去拍啊，还有6单，你们去拍吧，我炒菜了，炒腊肉啊，炒腊肉，家们怎么炒腊肉了啊，炒腊肉，中午都会炒一块肉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怎么做啊，腊肉跟腊肠笋子可以一起发，这个品质在1号链接直接去拍，小黄车的1号链接直接去下单就是一样的啊，今天拍的明天发货。这个辣味的话你们买到家，如果说品质不是我这样子的层次感不喜欢的，不是层次肉质不是这样子通红的，不喜欢不满意的，我们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啊，毕竟这个辣味的话怎么来抖音平台来了3年了，这个辣味的话呢在抖音的话怎么也卖了3年了，家们啊，品质第一位，家们，我们一直做的都是品质啊，品质第一位。会咸吗？会有点咸，怕咸切片过水。好的，买腊肉、买笋子、买腊肠可以一起发。腊肉一拍，谢谢支持，明天发啊。不淋雨，这个不淋，这边有棚子玉姐。好，今天拍的，明天发货。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洗啊。我在问你为什么不说话，我一直都在说话，五妹可能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家人们啊，飘屏太快了。没有看到的话，你们就，你们多说几遍。腊肉就1斤重的吗？腊肉你要多少斤你就买多少斤。那个宋姐，如果说你买的多，你可以备注要整条发或不切断。就比如说你买个3斤以上的，你可以备注要整条发啊。买的时候你可以备注一下。如果说1、2斤的话，肯定要切的，不然的话呢，他没有说刚好一条肉刚好1斤的，也没有一条肉刚好2斤的啊。3斤的话就可以给你挑2条，就这样子的啊，你可以备注一下也行啊。好了，现在我们开始炒，咱们炒哪一节？炒这节瘦一点的好吧，昨天炒那节有点肥。
香药都下单了是吧？永恒，好的，点个关注吧，好吧。家人们点个关注，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在我家买辣味了，没有关注，点个关注，点个免费的关注啊。然后不好吃的你们来找我，好吃的你们也再来找我，好不好？这个是吧，半肥半瘦放心，一样的，就是一号链接的半肥半瘦。腊肉不烧皮吗？方便烧皮就烧下皮，如果说不方便烧就可以不用烧，我一般不烧皮，有时候偶尔也烧，偶尔也不烧，用热水清洗啊。没有几斤重，没有，我们不卖整条，现在是单斤单斤买，一斤起拍，一斤包邮啊。香干我这边没有香干了，你点入详情页面去看一下，香干不是我的香，不是我的啊，我的香干是师傅做的，不是我做的。然后我家里的香干我都吃完了，没有了，师傅还没有帮我拿过来。有些产品我没有介绍到的话，你们要了解，你们可以点入详情页面去看图片，是都是实图拍摄的，都是一样的啊。外面那层能吃吗？可以吃。这个刷锅没有卖呀，盐啊。来，腊肉有很多种做法，分开发货啊。5817我不会做锅铲啊，锅铲是帮别人卖的，所以是分开发货，但是我们都是明天发，放心的，一样的啊，都是明天发货，3到4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啊。把用水用热水把它清洗干净，因为腊肉熏的话它会有点黑啊，腊肉会有点黑。现在腊肉给我，你们从小黄车一号链接买的腊肉，它的层次感跟我这块就是一样的，你们放心的，家人们，我们家五花肉都是3层以上的层次感。什么是3层？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就是1层了，对吧？2层、3层啊。为什么说五花肉3层、3层？三层它是最基本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家五花肉是精品中的精品，它不止三层，它有1层、2层、3层、4层、5层、6线，六线啊。被笋子发4包，笋子今天我们多上了一点料，你们没拍到笋子可以去买笋子啊，笋子炒腊肉特别好吃。好了，我们再洗一下锅啊，再洗一遍好吧，再洗一遍啊。我一个邻居之前送给我，一开始不敢吃，今天你吃上瘾了对吧？腊肉真的好吃的。好了，我边炒菜边跟边回答你们的问题啊。嗯，上次买过，不是我家都是很肥的，我们家不会很，我们家你没有备注要偏肥的，我不会给你放很肥，我都是给你发半肥半瘦的，你放心。可以帮烧皮吗？没有帮烧皮，还世界没有帮烧皮啊。腊肉你们买到家，你们方便烧的话，你们就炒之前烧，也不要提前烧，你提前烧的话，它那个皮的话它也不会脆了啊。我这个是哪里呀？湖南湘西。有后腿肉吗？有，我又忘记了，家们，我又忘记上后腿肉了，真的。来，后腿肉啊，后腿肉现在我们熏的比较少，家们啊，熏的比较少，今天后腿肉的话没有多少斤，上来吧，只有10斤是吧，上来吧，改价改价，来上福利，上福利价，还没有上，因为没有多少，我们本身今天不上了，来上福利，让他们去拍后腿肉。十单上吧，没有几条，后腿肉熏的比较少。已拍，谢谢支持啊。后腿肉上了，3号链接，不能吃肥的买后腿肉啊，后腿肉很瘦很瘦。我的手洗一下，好，有很多油。刚新烫手，好的，看肉看肉啊，不看灶，看肉看肉啊，炒菜了，炒好菜，想看什么看什么啊。就一个铁锅啊。下午好，买肉怎么付款？你点进去填好地址去付款哦。来，我写个手啊，你点进去嘛，找到你想要的肉质嘛，然后你点进去付款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好了，这个肉洗的差不多了。嗯，好的，老五，好嘞，明天我给你一起发啊。感谢您的支持啊，派来加急，谢谢。这样子锅会有油会刷得干净吗？用热水清洗干净的。好了，我们再把它洗，再切了啊。我们切了，我们炒菜了啊。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家买腊肉了不会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怎么做啊。嗯，腊肉今天在我们小黄车的一号连接，没拍到的朋友可以去拍一单啊，都是今天刚下炕的。今天刚下炕的五花腊肉啊，特别好，家们，你们可以买一单尝一下，好吃，下次还可以再来买啊。我有很多问题都是统一的回复大家啊。但是有些朋友问，有些没有回答到的话，你们可以多问几遍啊。刷锅没有卖，不用洗锅水，不用洗锅什么，不用洗锅水。拍三单，谢谢。一共拍了四样，一起发哦。三姐，三姐还是王姐？三姐是吧？三姐，一号连接，二号连接，三号连接，四号连接，一起发，其他是分开发啊。因为像是有一些下饭菜这些不是我做的，所以不是从我这边发货，我在山区里面发货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的话呢，我只负责就是我做的产品是我们自己发啊，其他的话就是我们的师傅发，哪个合作社做的，然后就由他们发货啊，这样子方便一点。但是我们发货都很快，都是明天发货，大概我们在3到4天就可以收到货了，也很方便啊。小黄车的特产都是我们湖南湘西最有名的下饭菜，最有名的特产啊，你们觉得有你们喜欢的，你们都可以去拍，不用洗洁精，洗洁精不好啊，洗洁精洗多了不好。洗锅的话偶尔可以用洗洁精，但是我们洗肉不用洗洁精。把它切了啊，我这个我没有煮过，损多少钱，损是29.9，发4包。你看腊肉好不好，家们，你们看一下，看品质啊，用品质来说话，家们啊，看品质啊。腊肉58米一斤，蟹花芹都不肥，放心的都不肥啊，这种的最好吃了，跟你讲，能吃肥能吃瘦，不要强调说太瘦的，就这种的好吃啊。这个五花肉在一号连接，还有一点没有拍完啊，你们后面来的朋友没有拍到的，咱们可以去拍一号连接啊，还有五份，就这样子的品质绝对好，对不对？下面都要洗一下，我们的腊肉就这样子的，家没有，很多朋友不懂啊，苗族人是怎么做腊肉的，我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是怎么做的啊。我们的腊肉，这个猪肉的话呢，是养了一年的时间啊，猪肉的话，这个猪肉不是你们在外面买的普通的猪肉，这个猪肉是我们乡下的村民自己粮食喂养的啊。这个猪肉是吃什么长大的？它是吃玉米、吃红薯、吃野菜长大的，它的肉质很好，营养特别的高。然后我们是怎么熏的呢？我们是用盐来腌制啊，把它切好之后，用抹那个盐来腌制3到4天，然后才挂在炕上面去熏的，都是用柏树枝熏的。很多朋友说，我也吃过好多烟熏肉，但是你家的烟熏味最好闻了，最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熏腊肉很讲究的，不用杂火来熏。熏腊肉不是说大山的木柴，不是说都可以熏腊肉，有些木柴不能熏腊肉，有些可以熏腊肉啊。所以我们熏腊肉很讲究，不好的木柴不会用来熏腊肉，都是用柏树枝熏的。所以腊肉熏干之后呢，又好看又好洗，而且味道又好闻啊。就这样子的，慢火腌熏的好啊。你们家腊肉味道确实好吃，是不是啊？感谢认可啊，切厚点呀、啊，切厚点，不切厚点啊。没有喜欢下雨已经是最低了，笋子你买完也是这个价啊。新鲜肉没有发，可以寄福建吗？看能下单就能发货，如果说不能下单就是不能发货。山西的朋友晚上来好吗？因为山西的我目前还没有统计好哪个地方开放了，哪个地方还没有开放，然后我们晚上到时候我就把山西有个别地方能发货的地区我开通一下好吗？因为今天在下炕肉，今天早上在下炕腊肉，又在打包腊肉，然后没有时间去研究去看啊。
晚上啊，伤心的朋友晚上你再试一下好吧。嗯，买过我们家锅铲，谢谢，我买了好几次了，很好吃啊，感谢超越。煮过再炒吗？没有，直接洗直接切炒啊。我回过了三次，谢谢支持啊，百树之心的好吃。是的，我先炒肉了，家们啊，我先炒腊肉啊，然后等会你们看我怎么炒。我这个腊肉刚刚我只洗过，现在我就直接切了，等会我炒你们看一下怎么炒好吧。买的肉跟我切的是一样的吗？一样的，这个肉在一号链接去下单，半肥半瘦的五花肉啊，58米一斤，小黄车有价格啊，小黄车有价格，都上在小黄车的都已经是活动价了，你们点击去看，你们想买哪款买哪款啊。腊肉怕硬的话可以先煮一下再切，我们不怕硬，我们一家都是年轻人，不怕硬啊。腊肉的不是老腊肉，它不是很硬很硬的，把它切了，层次感特别好，看没有，这个层次感特别好，腊肉这样子吃才好吃啊。来个弄肉，腊肉不要烧皮吗？怕烧，不是怕硬的话你们可以烧一下，烧一下是最好的咯，反正就烧的话它会更香，它会更脆的。也可以蒸也很好吃，拍了你拍了到什么呀，你家腊肉好吃，又回过两单了，谢谢谢发情，谢谢。腊肉竹笋一起发货，好嘞。你也买了一单试一下味道，好好好。我这个没有烧过，没有烧过，家们，我直接从炕上拿的，没有烧过，你们方便烧就烧一下，那用煤气灶可以烧啊，直接炒，待会要过一下水，可以了，我觉得好多了，不要再切了，很多了，刚刚那一节看起来小小的那一节真的太多了，不切完了啊，留一点，你别看别看这个，这个有这个切好还有一小盘了啊。看看腊肉切好，看一下怎么做啊。而且你们在我家买的每一块腊肉，每一条腊肉，然后每一斤腊肠，我们都会送一个说明书，有讲解书教你们怎么做，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昨天买的发了吗？昨天买的发货了，锅铲是不锈钢的，对，是不锈钢，这个锅铲是不锈钢。如果说你们经常做饭的话，你们也可以买一个这个锅铲啊。上前腿肉，没有前腿肉的家们，我都说了，前腿肉我们是用来挂腊肠的，前腿肉全部用来挂腊肠了，没有前腿肉卖啊。好了啊，切好片之后倒进锅里面去过一下咸啊，去一下咸味，因为我们的腊肉是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的，都是靠盐来腌制，所以的话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咸，所以建议大家切片过水去个咸，然后再下锅去炒菜啊，就这样子去一下咸味，只需要用热水过个两分钟就好了。你能放两张说明书呀，那放多了，哪有家们啊，什么笑声好听，其实每个人笑都很好听的，每个人都一样的，其实很多人的就是笑啊或者是什么呀，也不是说因为好不好听，只是笑容，就是笑的话就开心嘛，是不是啊，人开心了啥烦恼都没有了。回过了腊肉腊肠笋子，好，我给你一起发。买了一斤腊肉是不是整条？不是整条，一块肉不止一斤呢、啊，一块肉在一斤半左右，所以你买一斤肉是三分之二的生意啊、嗯，三分之二啊。我找这个有多少？这个呀，这个我没有称，半斤左右吧，也不知道有没有半斤，最多半斤吧，最多半斤，好像也没有半斤。还有一节没有炒完，把这节切了，估计在半斤的样子。刚刚那块肉啊，看一下在哪里。刚刚那块肉嘞、嗯？刚刚那块肉是一斤半，但是我只炒了一点点，大概在半斤的样子吧，最多半斤啊，这个啊。
好了，去好咸了，我们炒了啊。竹笋烧的好吃，谢谢。没有卖整条干吗？快来做饭，好，有点慢，对不对？没有办法，咱们我也想把饭做好，也想把大家的问我的问题回复好。我可能有点太贪心了。等我做好饭啊，等我做好饭，我跟你们唠唠嗑啊。现在我们开始做啊。等下我做好饭，我也想吃饭了。可以了，准备炒了啊，快炒吧，好。竹笋买了好吃，谢谢支持。给帮点个好评啊！你们买到家觉得好吃的产品，然后帮我点个免费的好评。不会吃，你看我怎么炒？现在一直都在说呀。不会炒腊肉的朋友，你看我呀，我现在一直都在炒腊肉啦。每一步都是在跟你们讲解。现在我开始炒了啊！这个腊肉刚刚我洗过、切过。然后用热水煮了2分钟，现在我下锅去炒啊，炒笋子，腊肉炒笋子啊，然后放点油，腊肉炒笋子需要放一点油啊。单独炒腊肉的话就不要放油了，你炒笋子的话，笋子它比较耗油，所以的话你没有放油的话，估计怕有点不够。这个腊肉一看都好吃，我也来拍几单，你赶紧去拍啊。重庆面条姐，谢谢你的支持和认可，您放心的，这个肉质你们放心的，家们，腊肉不好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抖音平台卖了3年腊肉的啊，什么都可以卖，唯独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卖腊肉，因为好吃，所以我们才想分享给你们啊，才想推荐给你们，因为腊肉就是我们的特产，就是我们湘西里面，就是我们大沙苗寨里面最好的一道菜，最有特色的一道菜啊。咱们现在开始炒啊，放香，放肉啊，快来笋子，谢谢。看你们说什么，多少钱一斤？58。笋子有没有福利？笋子有福利，去拍。笋子4号连接，发4包，29.9块发4包。我买你的腊肉，好的，感谢支持啊！妹，问我了好几遍没有回答你是吧？不好意思。好吃吗？我记得我也想到，你们去拍嘛，很好吃的。你以前也做腊肉，这个腊肉看起来比那边做的还要好是吧？在我家买的笋子还没有到货，可以联系客服看一下啊。我先把菜炒好，好吧？等我先把菜炒好，我等会我一一的回复你们的问题啊。好，腊肉炒出油了。辣椒、笋子、炒这个笋子啊，腊肉炒笋子是绝配。买当地水鸡吗？可以寄的，你们需要的直接从小黄车拍。这样子腊肉炒笋子啊。也估计要放一点点，我炒的方法都不对，看自己嘛，你想怎么炒就怎么炒啊。好的，记忆岁月，好的，谢谢支持啊。没有整条卖，腊肉要煮一下吗？腊肉买到家，封面的话就拿火烧一下皮，烧好皮的话就清洗干净，然后切片，怕水就过一下水啊，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做。你想怎么炒都怎么炒，土猪肉你怎么炒都好吃，炒的食材它只需要最简单的厨艺啊。家里面有煤气灶的话，拿煤气灶烧一下皮可香了，先煮一下。笋子在四号，没有笋子了，没有腊大肠，
没有没有，你们看小黄车有就是有，小黄车没有的他们就是没有的啊。腊肉跟笋子一起发，好的好的好的啊。笋子好吃好嫩对吧？围棋没有，感谢关注啊。刚刚笋子有多少人没有抢到的呀？家人们想要买笋子没有拍到的朋友扣过一吧，来扣过一来。想不想吃，想不想要，想要的话我给你们再描一点吧，好吧，野生竹笋。后面来的朋友啊，没有拍到我们的野生竹笋的扣过一。这款笋子真的特别的好吃啊，这款笋子是山上挖的，能做福利我给你们再描一点好吧，只需要你们买到家好吃，帮我点个免费的好评啊，给我点个关注，可以了，也可以了。就这款笋子啊，笋子炒腊肉特别的香。下一波是吧？没有抢到扣不一啊，因为你们的一个一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库存，然后等会我给你们上啊。因为没有看到家们，不好意思，那个什么幸福之家有时候我没有回答到，你可以联系客服看一下啊。要不就是我们炒好菜的时候我们就有时间了，我们就会一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做饭的时候我们都是统一回答的家们啊，今天拍的都是明天发货，放心。来，这个野生竹笋啊，把它出锅了，一包是300克家们啊，大厦里的尖尖笋一包是300克哟。你们去哪里买这样子的笋子的话啊，300克的笋子的话都是19.9块20块钱左右一包的，今天我们家上的是有福利价。就这样子看没有，就这款野生竹笋啊，它是香脆的口味，它没有苦味啊。今天我们的活动价不要39.9块，日常价我们是卖39.9块的啊，今天活动是29.9块两包，然后我们送一包啊，然后还有一包就是需要大家点个关注的，需要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的，然后我们才给你送四包啊，到手就是四包。然后刚刚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上个20单啊，你们想要的然后你们自己凭手速去拍，买两包送两包，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好不好。来，我们上架20单啊，没有抢到的朋友来，咱们准备手速1号连接，再给大家上个20单，上了，上架了啊，1号连接哦，没拍到去拍啊，别人关注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嗯，已经上车了，然后叫什么来着？有个朋友问我说没有回答的话，你再说一遍好吗？叫什么幸福来着？那个朋友啊，你可以再说一下啊。1号连接，你能拍的朋友去拍啊，一包是300克，买到家之后，你们用干净的水把它清洗一下啊。清洗一下下锅去炒菜，炒腊肉好好吃，炒腊肠也可以，炒新鲜肉也可以，下火锅也可以啊，根据你们喜欢的口味来做。笋子是帮你们切好煮好泡好了，所以买到家不需要再泡了啊。买了好多一起发货，有些可以一起发，有些不能一起发。买腊肉买笋子可以一起发，其他是分开发货的，腊肉笋子腊肠可以放在一起发货啊，其他分开发，因为全部产品都放在一起发货，到时候我们容易发错货，容易发漏了啊，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全部放在一起。但是今天大家在我家买的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明天发货啊，大概在3到4天到货。以派加急明天发货，怎么才2包，你买2包我送你2包，就是4包了。这个是一款福利品，平常我们不秒的啊，你买2包送2包啊。好了，家总再炒个菜啊，你们看能拍就去拍啊，我炒个小菜咯。好的，炒的肉不熟，熟了，徐小妹熟了，这就是灶台了呀，你们朋友那时候看灶台，这不是灶台吗？一直都是在看灶台呢。1号连接啊，没有慧敏，没有，就是帮你们，就是笋子为什么帮你们切好泡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它才好存放啊，我们才好邮寄，泡的时候放了盐来泡啊，你们买到家的话你们用水清洗一下然后就可以炒了啊，那个很好吃的对吧，谢谢。嗯，好的好的，秀珠，好的，我明天给你发货。主播那个笋丝很好吃，是很好吃的，你想一下我们家笋丝卖了9000多单，10000单来了，没有一个差评的，因为是新鲜竹笋嘛，适合大众口味啊。我相信大家在大城市的话呢，所追求的话就是我们这种乡下的农产品，是不是啊，绿色食品啊。
节蔬菜啊，笋子是这个季节的蔬菜，笋子又实惠又好吃，对的。拍了佳琪，家人们啊，咱们统一回复一下，都是明天发货啊。今天拍的所有的家人们，我们都是明天发货，3到4天怎么就可以收到货了啊？有时候要查看物流信息，然后联系我们的客服啊，客服一直都在的，然后帮你们去查。嗯，都是明天发，不管你今天买多少单，都是明天发货啊。炒个小菜，这个是莲花白，买两套是发8包，对。我是南人，我是湖南人。花花笋子炒腊肉，笋子炒我炒过了呀，我炒好了呀，梦国梦，中国梦。刚刚那个就是笋子炒腊肉，我炒好了呀，炒个小菜吃了，炒个小菜不放辣椒的小菜。你拍加急，你拍加急，加急再加急，好，明天就发，放心的，我们晚上打包，明天发走。我们每天都是晚上打包的，家们，因为第二天赶不上快递啊。我们在山区里面不通车的，车子没有通到家门口啊。用那个热水洗月月，这个是温的，下面有火，这个水就是温的啦。因为今天有点冷，这两天下雨的话都有点冷，玻璃里面还穿了保暖衣啊。加紧，谢谢。新锅铲收到了，手柄连接处有点松动，来来锅铲，那个什么7号7期考拉。有点松动的话，我跟你讲，你拿个小剪刀，把这个地方把它拧紧一点，可能是发货过程中的话，可能是弄到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把它拧紧一点就不会松了啊。这个地方，你看我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个小螺丝嘛，你把它再弄一下，弄下的话就估计就结实了啊。到那个。来收货，没有来收货，太远了，在山区里面啊，包车去发，包车去县城去发。我这个菜都不要洗了，家们好干净呀，这个菜是我妈种的莲花白，我感觉都不要洗了，超级干净啊。我买的锅铲比较小，不小，其实不小，这锅铲一点都不小了，再小再大不好了啊。包菜，刚收到锅铲就刷到我了，对吧？那可能是因为你收到锅铲了，你想到我了嘛，对不对？在想的时候，哎，锅铲收到货了，这个锅铲是在哪个直播间买的？然后一刷抖音就看到我了。缘分啊，你都没有给我点关注都能刷到我，这是缘分。又在我家买过产品，而且没有给我点关注，还能。经常刷到我，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缘分啊。再洗一下，没有洗，忘记了。我觉得我们有缘分，都有缘分，没有缘分我们怎么会都相识在这里，对不对？你拍佳琪，谢谢。炒什么？怎么做呀？炒什么？什么做？现在炒个小菜吃饭了，家们。这菜好干净的。有点红。拍了锅铲佳琪，好，明天发啊。锅铲真的好用。哦，你以为你经常看我做饭对吧？
你看上他了，我也看上他，什么样？一号发几包？一号是笋子，笋子发四包，笋子有活动啊，竹笋有活动啊，笋子季节大丰收啦。今天上的是活动价，你们买两包送两包，到手是四包啊。买了笋子的朋友可以拍一档我家的腊肉，不然你们买到家买笋子到家的话，有时候想炒肉啊，你们炒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腊肉，腊肉炒笋子可好吃了。莲花白，我们做下午饭。嗯，转发到空间可以的啊，感谢分享。不是一号吗？笋子不是在一号，怎么变到二号去了？笋子是在一号呀，家人们，一号是笋子呀，不是二号呀。买了啊，好的。腊肉贵呀？不贵的，家人们，土猪肉真的不贵的。你们所买的是品质，对不对？我想买衣服，买衣服的话就是，既然你想买肉了，你不要嫌它的贵啊。如果说你不想买肉的话，然后贵也贵，你不贵的话你也不想买，对不对？你想买肉了，就证明你有米了，对不对？你有米了，你不要嫌贵，你买肉就要买好的，是吧？证明你在来到我直播间来来回回的，然后没有下单，证明你还是想，你还是喜欢想吃腊肉的，对吧？想吃肉的话，你就不要建议他给别人贵那么十米左右，其实一分价格一分货的啊。衣服我们可以买便宜一点，身外之物可以买便宜一点，但是我们实体吃在肚子里面，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的，所以不好的产品我也不会去卖给大家，而且你们不好的产品我相信我分给你们，你们也不会要，对不对？因为这是个健康，健康是不健康不是用钱来去衡量的。衣服哪怕我们穿个几十米的一件的衣服都没有关系啊，但是肉买肉就要买好的，买食品就要买好的，吃的要舍得啊。再洗一遍，炒了啊，我们炒菜啦。笋子是新鲜竹笋，不是笋干，新鲜竹笋，笋子买两包送两包，腊肉拍好了，谢谢支持，明天发。哦，做下午饭，是的，是做下午饭的，家们，下午饭，炒个那个什么，清淡的，今天炒的都是炒辣椒，炒个那个的。笋子发四包，是的，发四包，放心去拍。嗯，这个是浪费，没有浪费。山里的水的话，真的就要浪费，不然的话它还是浪费，不浪费它也是浪费。所以的话，多洗几遍。山里的水太多了。嗯，晚饭不做了，晚饭要做的，笑笑要做晚饭，晚饭也要做的。是多少米啊？四号不是有价格吗？艾米，四号就是58呀。花花人诚实，买你的蜂蜜，我检测结果是真蜂蜜。是的，萌字啊，你都去检测了，对不对？我都说我们的产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检测的，不好的产品我不会推荐给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是不是啊？有了大家对我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家人可以在苗寨可以不用出去打工，靠这个网络可以不用出去打工，在苗寨卖点农产品，新腊肉为生。所以我不好的产品我不会卖给你们，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腿，是不是啊？第二次生意都没得做了啊，不会的，这样子我损失会更加大啊。所以当地的话，有时候除了我们家自己做的腊肉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产品也好的，有质量保证的很好的产品，我都会给你们挂在小黄车，让你们去拍啊，给你们去分享。所以只要挂在小黄车的话，你们就放心去买。你看我的产品很少很少，我小黄车产品没有几个产品，很少啊。因为有些产品我不够了解，我的我就不卖的。都快三点了，对吧？三点吃饭，三到四点吃饭，炒好这个菜就吃饭了，家人们。好了，吃了啊，炒了啊。嗯，这个肉是熏的，对，柴火烟熏。
阿姨拍了腊肉加急跟我婶子了，很喜欢。好的，6868，好的啊，好嘞好嘞，感谢你的支持啊，那个大哥。看五花肉呀，五花在屋里面。拍了加急，好的，向日葵又买了啊。挑品太快了，谢谢老师，我该谢谢你啊，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啊，感谢你对我的一份信任，品质你放心不会失望的。下午饭，炒下午饭啊，早上是10点到11点吃，中饭的话啊，我们中饭的话是3点钟左右吃中饭，晚饭的话呢，我们是7到8点吃，一日吃三餐啊。好了，拍来笋子哈，笋子一号链接的笋子买2包送2包啊，明天发货啊。今天拍的都是明天发货，放点这个炒白菜，放点蒜，大蒜。白菜要放点大蒜，莲花白，早上9点钟左右切，9点到11点，一个人吃饭，7个人吃饭。这个菜看起来多，炒好没有多少。煤气是的，下雨天烧煤气啊。盐多了吗？应该不多吧，我的吃的口比较重。爆炒一下啊，没有，已经熟了吧？今天熟了吧，家人们？我在开饭店吗？等我把厨艺练好了，我们开啊！我开饭店，你们来不来吃饭？等我哪天厨艺搞好了，你们也认可了，到时候我开啊，我开个大饭店。他就不放辣椒了，要来是吧？你那没给我点关注吗？要来，应该可以了。感觉还不够熟。我们炒白菜的话一般就放盐，什么都不放。有油是够的。
可以啊。那是我家养的，我们家跟参加一起的，丽丽，不是我，光是我们家养的啊。不会很肥，放心，黑哥。这炒菜的速度把客人都饿坏了。我跟你们讲，家人们，我开饭店了，我开饭店了，我开饭店的话，我就不开屏幕了，我就不直播了嘛，对不对？那怎么会饿坏了耶？现在我们是边直播边做饭，慢一点嘛。没有太浓妆，家人们啊，自己做炒的菜啊，你看你们都不认可我做的菜呀、啊，我这人开浓妆的话就开不起来啊。还是，我跟你讲，我这人的话其实。除了腊肉做得好，其他啥的也做得不好，但是腊肉熏得好，真的。我唯一的特点，你看我又没有厨艺，我也没有才艺，是不是啊？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我唯一的优点就是熏腊肉熏得好，这个是真的。腊肉做得好啊，因为我们很讲究品质，我们很控制好品质。但凡这个猪肉出了这个苗寨的肉，我不了解的，我都不要的。都是我们村寨自己养的猪，我知根知底的，知根知底的猪肉我们才收购。像是别的村寨的猪，我们不了解的，根本不知道它是有没有去，是怎么去喂养的，这些猪我们都不要的。这个我腊肉做得好，腊肉真的做得好。我们炒菜炒的，反正就是自己喜欢吃的吧。炒菜就是自己吃的菜，也没有什么炒的好与不好之说啊。反正我们自己炒，我们自己喜欢吃啊。但是开餐馆这个人搞不来。我这人的话没有那个厨艺啊，不是开餐馆的料。外面下雨，我这边有棚子，我这边有个棚子，家们，这个是我的厨房嘛，我的厨房肯定要有个棚子啊。胖的好，我没有说我胖呀，你一来就说我胖的好。腊肉我买了三大了，买回来怎么保存？放冰箱冷藏，放冰箱冷藏哦。老豆皮怎么炒？老豆皮的话，你到家之后啊，老豆皮到家的话，你用热水的话，然后你泡个20秒，用温水泡个。如果说你是用热水泡的话，你直接泡个20秒，泡软，把它切成丝，放点油去炒一下菜。还有个善良的心，小老表来了啊！一拍了锅铲，一共四样，跟你视频吗？一样的，一样的，盟主一样的，展示的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放心的。我不会说我给你们看这样，我又卖那样，不会的，家人们，不用有油烟机，不用的。你看这个有没必要用什么油烟机呀？是不是啊？腊肉需要泡吗？腊肉的话，你们怕咸的话，就是切片过水，它就不会咸啊。就这个苗寨，大山苗寨啊，何大姐，下雨天我是用煤气，有时候用煤气，有时候用柴火，下雨天的话就用煤气好一点啊。不是灯光煤气啊，没有灯光煤气，就是那种一桶桶煤气啊。好了，到屋里面去，我们吃饭，家们，我们吃饭了啊。我今天有炒肉，家们，这个菜专门炒一个素菜啊。走来，已经下了好久的雨了，明天天气好像要好一点。烟雨朦胧，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回屋里面去，下雨天不在外面做饭，不在外面吃饭了啊。走吧。走喽，走吧，就这样子的。回家，回家吃饭。我们家院子还蛮大的啊。走喽，走吧。竹笋放冰箱冷藏，家常小菜啊。今天炒这些菜，家们，好几个菜啊，看没有？感谢关注。这个是鸡蛋，这根腊肠。我给你们看啊，对，这就是我们家熏肉的啊，这个腊肠好好吃哦。我那个不是白菜，我那个是莲花白，
叫做莲花白啊，白菜这个时候过季了。这个是我炒的腊肠，家们，这个腊肠最好吃了，麻辣香肠，辣是微辣啊，凉了吧，也没事的。啊，后面是我爸，鸡蛋怎么炒的？跟韭菜炒的，鸡蛋我跟韭菜炒的。看它好吃啊，都这样子熏的。你们喜欢直接从小黄车去拍。我中饭吃了啊，咱们中一碗饭吃。嗯，好吃。有点卡是吧？在屋里面其实有点卡。嗯，卡没卡？总感觉有点卡。吃的是下午饭，我们吃下午饭哦。香肠辣吗？微辣，麻辣口味，辣是微辣。怎么没看见我跟我妈？我妈白天打帮我打包腊肉去了。我妈打包腊肉啊。我爸负责熏肉，我爸每天守在腊肉下面，腊肉那边熏腊肉。我妈要下坑腊肉啊，下坑腊肉，整理腊肉，一家人分工明确啊。天气太冷了，我帮你加衣服了，太冷了。腊肉是我们自己做的，是的，手工切，手工挂的。那里不？那里啊，那里那里那里啊。那里那里那里。谢谢你哦。还没有好，饭没有熟。饭没有熟，饭还没有熟，家们。腊肠里面放什么调料？腊肠啊，腊肠里面的话就是放花椒、放盐，然后放一点辣椒，放一些就是我们大厦里面自己配的那些天然香料，没有放过酒，也没有放过甜的，所以它原汁原味很好吃。它的辣是微辣啊，不是很辣很辣，是微辣的。看我炒的菜，好的，那个饭还没有熟啊，没办法，饭还没有熟，饭还在煮。什么地方还穿这么多衣服啊？湖南湘西大山里面，家们，在山区里面。你看我这个饭还没有熟啊，是下午饭，吃的是下午饭。五分钟后应该差不多了啊。我爸的手怎么了？宰猪的时候弄到了，有点受伤了，不过也快好了。你们眼睛 好看得好清，看得好清楚哦，看得好清楚呀。腊肠有点辣，腊肠是微辣的鱼。如果说你能吃辣椒就能接受，如果说你一点辣椒都不能吃的话，就是不能吃了啊。以前的卖的是没有辣椒，和大姐以前卖的是没有辣椒。然后这个腊肠的话是我们今年下炕的第一炕麻辣香肠啊，跟去年的是一样的，我们腊肠的品质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去年我们熏的那种品质啊，今年我们熏的第一炕，所以它跟你们今年买的之前在我家买过的那个是盐味的，现在这个的话是麻辣的微辣。嗯，我的普通话说的蛮好的。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以前帮别人卖黄金。我妈去哪里打包腊肠？去老屋下炕，下炕腊肠。不是很辣很辣，丽丽，不是很辣很辣，微辣。你看我都炒腊肉。您看我都炒腊肠，炒辣椒。拍腊肠加急好啊。好的，没有拍到的朋友啊，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去拍啊。我们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吧，然后没有拍到的产品想要的朋友自己去拍啊。拍好了我们休息一会，我先吃的菜，我有点饿了，饭还没有熟。这是我家，我拍张好，你先买一斤先炒嘛。我们好像现在我们喜欢吃辣椒。嗯，这些菜好好吃啊。
腊肠、腊肉，这个是腊肉夹馍。苗寨有海豚泉镇，我是替你啊，我是正儿八经跟你讲的，你是正儿八经问我，是正儿八经跟你讲的啊，说到那边去了，卖过珠宝。一斤下来大概多少根？两根半左右，就这样子，两根啊，两根半左右，来，就这样子，两根半节左右，然后我们切打包有四到五节，埋上上加急啊，4239你可以备注一下，都不会肥，放心的。五花肉你们买不备注要偏肥，都不会给你们发肥的啊。江西能发货吗？好像一般都能发货，看能下单的话就能发啊。那一斤有多少？一斤的话再，我看一下啊，看这我们这个要你们拍了，我们晚上才打包的。这一节是九两，这一节是九两，知道吧？九两的啊，你们买一斤的话比这个多那么一点点。买一斤的话是一条腊肉的三分之二左右。腊肠有盐味的吗？没有了，盐味没有了，盐味卖完了。你爸妈就我没有，我们四兄妹。拍腊肉好的，感谢支持。拿一百根优惠不？你全部买完也是这个价，我下播就没有这个价了，行官，执行官啊，下播我们恢复日常价了。这个是我们开播的福利，下播恢复日常价78米一斤。这个你喜欢吃？这个是五花肉呀。这个是我们小黄车二号链接的五花腊肉，你们现在下单都是后面这些，都这些都是熏干了的，下炕了的，熏干了的啊。腊肉都是，这些都是精品的三线五花肉，你们近距离看一下好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腊肉啊，每一条的条形都很好，没有边边肉的，你们买了之后我们晚上才切啊。你看每一条都是这样子的，看没有，每一条都是精品的，颜色有点黑啊，这样子颜色有点黑，因为是新的，看颜色会有点黑啊。烟熏肉，有什么需求你们买的时候可以备注一下。亲爱的美女主播，我现在也直播了吗？我以为是晚上才直播呢。李奶奶，我是我每天播两场，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李奶奶，我是中午的1:30播一场，然后下午的时候呢5:30到6:00左右我们又播一场啊，每天播的是两场，多卖点腊肉。到时候你不忙的时候，你中午也可以来我直播间哦。腊肠是我们家自己灌的，对，买了29的笋是吧？笋子发四包，29.9发四包啊。怎么吃腊肉？买到家清洗一下再炒，清洗切片，怕咸的话就过一下水去炒啊。方便烧皮的话，拿火烧下皮，它会更加的好吃。外婆菜在八号，外婆菜在八号。然后你们买腊肉回家的时候，注意看一下，有一张卡片，有我的图片在上面。然后你们打开那个图片，然后里面就有说明书，教你们怎么炒腊肉，到时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啊。拍的时候备注一下好吗？你有什么需求买的时候备注一下。大家截图这些照片，看看每天这些肉有没有动过。你们截嘛，截不截没有关系的，龙哥，主要是这个货你买到家是不好不好，是不是啊？不相信一个人，你哪怕你截图也没有用，你来亲自来买也是没有用的。相信的人就没必要说太多啊，截图也好不截图也好，是不是啊？反正大家买都是这样子的肉，买到家不是这样子的，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啊。怎么又不是第一天第一次卖肉，卖了3年腊肉了啊，品质好不好大家看得到。笋不会的，笋子香脆香脆的，笋子是香脆香脆的口味，它没有什么刺鼻的，没有。好的，谢谢你，我昨天拍腊肉，你们已经发货了，谢谢你们，发货速度都很快，我喜欢现货现发的。李奶奶，我们的货是现货现发，所以发货都很快啊。怎么查看物流？可以联系客服帮你查。外婆菜是什么菜？外婆菜是梅干菜、萝卜菜、叶子菜腌制晒干的，然后晒干腌制的一道菜啊。锅铲不是我做的，我们家主要是做腊肉。
婶子还有吗？一号连接啊，没拍到朋友去拍。婶子在小黄车的一号连接哦。好了，家人们，我们休息了，家人们休息了，饭也快好了，我们休息了，休息吃饭了啊，晚上再播。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帮点个免费的关注哟，我们晚上再播啊，拜拜。下一啊，休息了啊，休息一会，晚上再见哦。婶子发四包。辣肠不要过水，辣肠不咸，不要过水，洗好切好直接炒。嗯，好，拜拜。